最近啊，我发现个有趣的事情，因为最后一学期特别的闲，哎，最近看很多刘谦老师的魔术，我就突发奇想，我用这些时间学一学魔术会怎么样呢？于是，这是我今天的第一个 trick，表演一下，一瞬间把这杯饮料喝光，这是 WT 的 Mango Green Tea，看好了啊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你要不把这个倒到，Brain fucking freeze！哦，一瞬间，这是今天的第二个 trick。表演一秒抽完两支烟，你来检查一下这个烟，这个是日产的七星蓝莓爆珠，绝对是一本正经，闻起来一股很浓的薄荷和蓝莓的香气，正常的，对吧？正常吧？这是一个普通的打火机，哎，对，普通很的，正常普通吧？的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你看，就这么一瞬间，两根烟都被抽光了。这怎么做到的？哎，这就是魔术的魅力。但像刚才这种抽烟喝饮料的这种魔术，是我个人表演的一个非常简单的、很 low level 的时间变换魔术。但你要相信，在场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观众，你们都有这个能力做到。现在，所有人做好心理准备，深呼吸一口，我们一起见证这个奇迹。三、二、一。